分かり？どうぞ召し上がれ。お分かりお分かり、これだよ、これが食べたかったんだよ。やったー、いただきます。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Rico 生活频道，我是 Rico。 今天要来做的就是樱桃小丸子里的西瓜拼盘。圆形的红肉西瓜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了，现在的红肉西瓜好像都是那种超巨大但外形没有纹路的那一种，所以我就买了一颗椭圆形的，叫做这一个甜美人，上面贴的是纸胶带，因为等等要按照纹路来切成锯齿状。首先我们要把西瓜肉挖出来，然后瓜皮切成锯齿，接着就要来做白玉团子，加入120克的白玉粉，如果没有白玉粉的话，糯米粉也是可以，味道不会差很多。加入110克的水，充分搓揉。樱桃小丸子主要在记录一位天真单纯又有点小白目的女孩小丸子生活中的大小事物与同学家人相处的情况，都在动画里生动地描绘出来，是一部有欢笑也有感动的日常番，也是一部陪伴许多家庭成长的动漫。小丸子我姐姐最爱看了呢。混合均匀后就把它搓成团子，然后丢进热水中煮到它浮起来，再迅速地把它放进冰水里就可以咯。然后把西瓜、芒果、苹果、奇异果还有其他水果都处理一下，把所有材料还有气泡饮料都加进去，就完成西瓜拼盘咯。试吃时间，いただきます。白玉团子非常的 Q 弹，冰冰凉凉的汤汁搭配上综合水果的香气，仿佛就像在脑海里出现了一道彩虹，这个就是夏天的味道啊。而且这个甜点非常的简单，很适合亲子一起同乐，情侣也可以一起共享，或者是你单身也没有关系，拿去给你心仪的对象，包你们这个暑假就在一起。快把这个影片转发给你想一起共享的人吧，一起享受这个甜蜜蜜凉爽爽的夏天。那最后我就给这个清凉解渴的西瓜拼盘一个字，凉。不要犹豫了，就拿我这支影片去告白吧，少年，我是少女。